今天晚上没事情，想找个妹妹来聊视频。干嘛嘛？晚上妹妹那么多，我也不晓得该找哪一个。我在网上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还是没有找到。管不了太多，随便找一个，反正我看了再说。Come on baby， 我要请妹妹来视频，她一直说什么不答应。人家很凶啊。为了看到她的脸，用尽我所有的蜜语甜言。如今交友实在难，跑的妹妹都是脸红带偏。那拇指都摁酸，我口水都说干，他终于是顶了天。哥哥你帅吗？何止帅，你听着，我是高大威猛，英俊潇洒，智勇双全，气宇不凡，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成熟稳重，风趣幽默，举世无双，绝无仅有，空前绝后，独一无二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不会吧，视频很快传过来，我看见妹妹还长得有点怪，我很快就开始陶醉，说晚上我想要找个妹妹睡。你真坏。妹妹说我有点坏，我说现在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如今的时代还谈什么恋爱，大家都在乱来。想不想跟人家？你要干嘛？现在谎言实在狂，妹妹说要看我脱衣裳。快嘛，快点嘛！虽然听得心头慌，一转眼马上就脱得精光光。妹妹说今天晚上我们两个耍得有一点奔放。结果我上当，还被他照相，最后还发到网上。不要哭，小弟弟，我已经看过了。为什么肉拉的疼啊？哎，哥们儿，弄得像个手枪一样，干嘛呢？我在抓特务。视频很快传过来，我看见妹妹还长得有点怪，我很快就开始陶醉，说晚上我想要找个妹妹睡。又来个妹妹说我有点坏，我说现在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如今的时代谈什么恋爱，大家都在胡来。一起来，一起来啊，还来呀、啊、你们这不是胡来吗？快点，怕了你们了，你们自己玩吧。快点，大姐你换句台词行吗？你们骗人上瘾了。快点，您是吃复读机长大的呀，不理了。